大家好，作为一个学中文的人，我相信认识汉字很重要。会有很多一样声音但不同意思的词，对我来说这个情况是很大的问题。为什么？我告诉你，你看我的中文课本都用简体字，学中文的网站也只用简体字，学中文的 YouTube 视频也一样。可是我住在洛杉矶，在这儿到处都是繁体字。怎么办？繁体字很漂亮，字里面多，有故事，有千年多历史。简体字比较简单，比较容易认识，记忆人多在用。那又应该选择什么呢？你在做什么？我正在学简体字。我要学繁体字。